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呢是2011年金立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第二轮。那么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一盘快棋，接下来这盘棋呢是一盘主将之战，非常精彩啊！是由这个西安曲江队的崔哲汉九段，一名外援，对阵爱慕先生队的范廷钰三段。一员小将应该算是。对，现在小将很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有一半以上都是比较年轻的，十多二十来岁的。对对对。这个爱慕先生队都是由小将组成，尤其这个范廷钰是非常抢眼的啊。因为这个队呢，他去年的前身也就是是山东二队，也就是山东景之酒业队。那么今年的山东一队呢是由景之酒业队冠名，所以二队呢就是转给了爱慕先生队，等于说是这个范廷钰在去年的这个联赛当中呢表现得太出色了，简直是。他在主将的位置上取得了6胜3负，今年呢只有15岁，就是去年呢他可以说是首次出任主将那么多盘吧，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的好。那倒是。是的。有67%的这个主将的胜利，是的是的，很难得的。他今天的对手崔哲汉呢，当然我们也已经耳熟能详了，在韩国最新的排名当中呢是排位第二，仅次于李世石。对，所以实力可想而知了。好，那我们先来看棋吧。这盘棋呢是由崔哲汉执黑先行。好，布局跟刚开始是一样，上一盘棋一样，但这盘棋呢又下了一中国流啊，马上就下了一个中国流。对。来去拆，在这儿。这个比较稳健哈。那一般拆了这个呢，稳妥，通常都是要画角的。对呀、如果再让白棋手上角，好像这个无忧角加这个拆边，形状太好了。正常来说，一般都是挂这个或者大飞挂比较普通一些，一般在这一带。但实战呢，黑棋下的在这儿。还要更追求一种效率。强调一下，如果说白棋再跳的话，它是不是它再挂过来、比如说我这样挂角，对，它这样就要挂就可以了。嗯，这两个交换就便宜了，无论你是守或者是加攻它，这两个黑棋提前做了这个交换。因为你不做这个交换，极有可能在这一带形成后手，那么白棋就有可能从这边拆先拆一下，或者拆二过来。对，这个就是说黑棋为什么要走这个的一个想法。嗯，当然你走了这个，那么白棋就不一定要跟着你下。反正就是这个意图是也可以说是非常明显。对，完全。白棋实战呢没有跳这个，在这里手脚，他说你既然想让我应一个，那我肯定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肯定是不能跟着你应哈。飞过来。对，实际上从这个棋来看呢，我觉得哈，还有一种反阵法，我们叫做比方下成这样，正常手脚，黑棋呢，它下到这儿，白棋下到这儿，下到五路了，对，然后再飞，再飞回，嗯，作为白棋来说，你走到这儿，它肯定要走这儿，所以说白棋不一定会争这个，当然这个不能完全这么说哈，因为围大模样和那个平常的理论有时候有点不一样了。但如果说照这样推理的话，白棋应该还不错吧？对，白棋稳扎稳打，它站得很实在，是啊。应该还是可以的。对啊，我觉得白棋没有不好的道理，好像虽然说黑棋整体的构思，这个很宏大啊，但是到底会怎么样，还是要看接下来会下成什么样。接着呢，白棋更奇怪哈，走到这儿，他先走往回飞、先走了一个，对，待会儿再走这儿，对，他走这个，然后黑棋刮上面，先走了两下，不然直接走那个的话，似乎有点太过了。然后再走到这儿，对，这步棋。马上从这儿打住好像也比较罕见，是多数情况下呢喜欢从这种地方突入，它有几个好处，一个呢瞄着这个反跨段增值有利，是二个就是黑棋很纵深的，它从中央来就可以，不要太深入，太深入可能会有点风险哈，或者是别人这么扎丁哈，先结果它从这个地方打，从这个地方打住就在这里呢，比较困惑，好像在这一带，因为黑棋的子力比较分散，相隔距离比较远，所以你具体要选择哪一点呢？
也没有一定说，哎，他这个就一定好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刚才郑老师给大家推荐这个镇呢，也是可以考虑的一种手法。啊，这个比较普通。他现在不过现在的棋都比较直接，就要在这儿跟你比较狠。他这个打入呢，就是说我不单是破你的模样，我还要进攻你这两个子啊。这个有点出其不意啊，因为这边是黑棋的重兵把守，我们叫做，你看子很多，这个还从这个地方突入进去。可能在范廷钰的眼里，觉得你这不是重兵，啊、你这就在我眼里是步棋。所以还打入。对。那么作为黑棋来说，最先考虑的就是拖。拖底下啊。但是如果说白棋往下搬的话，可能没什么好。哎，好像挺。爬回去。那不太好，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不太成？啊，应该是不太好，好像这气太紧了，有点是拐下退，好像气太紧了，白棋拐的话就长走不动了，就出不了头，只能在里面苦活的话，显然不是白棋的本意。对对对，嗯，所以说如果当黑棋拖过来的时候，白棋可能不敢，确实是不敢直接正面迎战。对，毕竟把黑棋子还是太多了，那么他就要想点办法。嗯，这极有可能下了这个拖三三。三对，拖三三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黑棋搬下来会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是交换以后呢，你看再搬下来就好了，就不同了哈。所以好像在很多场合都有类似的这个，然后再一打，这个子的位置刚刚好。不然如果没这两个子的话，你永远下不成这样子。对，这样黑棋的棋形就崩溃掉了，被一这一冲就冲花了，已经。已经就两边必死一边，不管你走哪个都不行。你走这个呢，人家打完了一扑，再一打一长就洗把你吃了。你打这个也不行，再打完了一扑也一长也把你吃了，都一样。棋经这两个或者这两颗棋经吃了也都不行。那不管哪两个都不能吃这个棋形。所以说下成这样的这个黑棋就不敢跟着他硬了，跟他一靠。那拖三三的时候，黑棋很难抵挡啊，这个棋。可能就只能，就只能硬的，否则被人家搬了没法下了。那白棋长，他再逼过来，黑白棋可能会先出去，要先出来吧？你看，这黑棋很难封锁住白棋，可能不是很满意哈。这个白棋这个角基本上已经成活了，是不太好攻击它哈。那等于说把中间这个中心地带已经给它挖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这个白棋还真的挺狠。我们看看他怎么办。那个黑棋实战，他是下到了小尖，因为你不过也不行，你不能单手，单手他是不是要，他有想法，他先小尖，要不要先尖？先尖，要不要走这个？先尖一下，尖一下，能尖到一下更好。你得下吧，你要下来一拖就过。你如果走这儿呢，他就有夹的手段，好像，是吧？对，这种夹的手段，这黑棋就挺难硬的。对。脚上味道不好所以说黑棋又要不让白棋轻松度过，又得守住脚，这也挺狠挺凶狠的下法，这个小尖。对，你如果往下立的话，那我就往上扳住你，把你头闷住，完全可以满意。甚至于他还可能尖住啊，这个有没有可能啊？这个更狠，他所以他先退出来哈。对，反正黑棋扳过好像也不太好意思。他如果搬这个的话，会被打成一个丁四，是吧？先对他可能就要被这样打了，那就难受了。先把这个拍掉吧，先爽了再说啊。爬过去，爬过是吧？因为他会藏一下。对，所以我在犹豫是不是爬过还是虎过。对，我是在犹豫这个问题。虎过有很多地方都比较犹豫。对，不知道会怎么样跳这个，或者是让他再往里边转啊。往里边钻，所以黑棋也不一定特别有把握。啊，直接这么走的话，是。这里打得有点不舒服，而且脚上的空已经损了一大把了。对，至少是。还有没有可能他从这个地方靠断了？靠断可能小点是吧？虎过从这儿反靠断。对，他可能不下那么直接的下法，比如说先把这个扳断保留着。靠断。会不会跳？这也挺复杂的，就有点乱，看起来啊，你还看不清楚。对，直接搬过，简单了就白棋搬了，转换。还有复杂一点就是这个，但黑棋也没这么下，黑棋是
扎钉。他可能是怕这个遭到白棋去借用，他先顶了一下，先顶一个，对，先顶这个，他走这个再挡住，不让他度过，对，我以为他尖这个的时候，看到他这步棋的时候，以为人家上长他就护过，人家下长呢他就往上面扳住，这是正常的思路嘛，总觉得这是这样，结果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下的，看来这个高手的思路还是比较与众不同的，比较凶狠，不过这个风险也比较大，黑棋，那么白棋这个是要立下去了，立下来，黑棋搬下来，先寻求白棋这边，你没有补这个搬，我先找你的问题哈。那是先要不要攻黑棋呢？对呀，所以这些也很困惑，很想跳下来这个几乎是先手，他是跳了，还没有跳，他没有跳，他现在这边硬，还有硬，那是不是这边如果跳这个的话？黑棋要怎么下？拖底下吗？还是想尖？能拖吗？这棋好像不见得能拖，是吧？你说拖这个？拖这个，这挺乱的，有点看不清楚。拖也能拖，拖也能拖。那就白棋先，如果能走两下，是不偏不偏一点，然后再搬过来。那白棋如果狠一点会不会你说再往下一点哈，有可能他是不是保留这种直接下到底下，不要让他拖了哈，对，有这种可能性甚至于都还一个对啊，他有可能点到这儿，如果他贴他就挡了，挡到这儿我再走外面，是，所以说他也不肯先出招，不知道到底走哪儿好，所以没想好，这个也很大，而且有反冲断黑棋，先硬住他这个地方，不让他一手吃干净，如果不走的话人家爬到这儿来搬吃，搬在底下，他马上，他接这个，他就是他为什么会接这个呢？他不接的话，怕人家断掉他，他觉得比较困惑。这个是不是棋谱错了？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错嘛。但他不接的话，白棋大概会断了他吧？可能会怕断。所以他这个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搬下来的哈。先搬下来。从棋理上来说，这个那被白棋渡过以后，那黑棋已经不太好了嘛，是吧？无论如何，我觉得是应该是要搬下来再加过。是不是还有加过的？所以他可能也不好下来，对。对，他搬完了之后，白棋可能立马就给他切断了。你这拐的时候，他一搬就把他搬死了。不是，现在他主要是不知道下哪儿了。对，都这边不好下呀。他渡过这冲，他挡不住，对对，这里也冲，走着还先夹一下，气又紧，所以说他觉得搬下来也不好用，也难受，也不好下。忍了一手，这样忍了一手，然后这个意思。那么白棋这么跳，那看起来这个地方的下法黑棋有点奇怪，是不是当初还是考虑虎过算了？有可能。对。这虎过至少也不至于下成这个样子，这个形状太难看了，这个弯舞，刚才这个拖好像不太成，你还有搬下去，对，还有这个搬下去爬一个你看，对，打一下，打完了爬，这个好像就不敢搬站了，好像杀不掉这个白棋，你看这么被他渡过也不行啊，那可能不行，所以他不敢拖，只敢接，还挡得住。黑棋再搬，搬完了爬一个。像这个棋，白棋我觉得还有点太凶了一点，我觉得跳等一下就算了，可以了，是吧？要放这年轻人是比较狠的哈，算了算了，还靠到这儿，可能不肯被靠到这儿，对，靠到这儿的空挺大的。但这一串黑棋好像怪怪的，我总觉得是啊。他这个自己弯了五个，不是说你形状难看的问题，问题是他没眼啊，以后会受攻击。这个子我就以后就简单的尝出来，你这眼在哪儿呢？没看到一直眼还。或者是要不就刚才先冲到这儿，紧凑一点，他不敢挡了，挡了我再走，你下不来了。你要不走的话，你走到这儿，那我就直接把这两颗给你吃掉，或者飞到这儿。这样的话我就吃干净。哎，这个是不是？
这个干净一点。嗯，贴住对它五个字压力比较大。啊，贴住。这期好像也不是不错的，白棋应该怎么总体来说好像黑棋没有好的道理，怎么看的、哎、就是嗯，他这个好像有点追得够凶猛了一点，嗯，有点狠、啊、把这个黑棋逼急了，没办法爬回去冲啊，再冲。当然这个地方要计算，不是凭感觉，因为上一盘棋是快棋、嗯、大家都是凭感觉这盘棋算不清楚、哎、是他们有时间来计算的，对，可以慢慢算，他们对击者有时间、嗯、咱们没时间、嗯、咱们都是凭感觉、嗯、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肯定双方算得非常清楚。嗯，首先黑棋这个金肯定是不能死的，嗯，死了就不用下了，对，他必须要跑，但是呢又不能让他轻易跑出去，轻易跑出去白棋就崩溃了，白身被切成好几块，显然是不行的。白棋拐打，拐塔，原来他是不能接的、哎、我就以为他黑棋总是接上，然后还在想接下来白棋是做活还是外面怎么着的问题，结果发现他不能接、嗯、是吧，应该是不能接，还一走这儿、哦、飞一个已经把他好像是冲是冲不出去了，现在冲这个是不行，冲白棋搬真是不利啊、然后黑棋断的时候白棋一顶就把它吃掉了，只有两口气、哎、你家已经来不及了，人家把你吃了，对对，争子又争不掉、嗯、那如果说他要杀气的话只能这样杀，拐这个，拐这就四口气，对、嗯、四口气黑棋，他如果拐下来呢气已经不够，人家做个眼就行了，对对，那直接收气也行，他如果说点这个怎么样呢？点这个也是收不住气，好像搬一个先手、这个嗯、然后一收气黑棋收不住他，对，你一爬这个时候他就先挡一手，嗯，你吃了他外面收气就行了，好、哦、这气不够、哎、对，这正好不行，他怎么都已经死掉了就非夹一下已经被夹死了、啊、是啊，所以说黑棋呢他就只能舍小救大了、哦、那看起来白棋这个狠还是很有道理，如果说冲断他这打是不能沾，这样被抓掉简直不能接受，我有点我们来看一下这被花被抓到这儿来了，那这五个子怎么交代啊？回头确实是这样，嗯，这个非常非常苦，至少黑棋太惨了，你要去把它大吃，那么嗯，白棋可能也会死，会不会弄一些这个对，就问题是大吃、啊、吃干净了吗？吃到这儿我心里有点不踏实啊，吃到这儿可能是好一点、是不是小一点、这个、有点看不清楚，这个就碰起来就较困难一点，但是吃小了在这儿砰砰的利用一下、嗯、这也有限，锁到这儿才三十是吧，四九三十六再扣出一目三十五四十目出一点头，嗯，那这个白棋从这边数来一二三四五，比方说我们随便摆一个哈，把它吃了、嗯、那这个目好像不比它小、啊、对，这朵花简直是看着太光芒万丈了，以后对于中央的潜力、嗯、是的、这中央提开花三十目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开花肯定不止三十目的价值、哦、所以说黑棋可能不敢来那个对围八朵花，那么他就得逃跑，他先打吃出来，但就形成对跑，你跑我也跑，白棋穿出来了、啊、黑棋这个棋下的这么冷静啊，他不贴一下呢冷静我就觉得奇怪，他贴一下他觉得是送回家了是不是，贴再走，嗯，有可能吧，他觉得白棋可能就会脱先来收拾他来但是走这儿哪怕白棋不压他又有什么手段呢，他其实想在这儿冒出来，不知道我们就想在这儿从那儿杀出来哈，但现在被压一下总觉得很难受，哎，我对于这个被白棋提朵花我就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能接受我看这个花我简直心里太郁闷了、嗯、因为这个可能我觉得黑棋之前的下法也有点问题，嗯，有点虽然是崔振汉下的，我们还是要提出一点疑问、有时候过于逞强了哈、过于逞强也不一定就就怎么着即使你是崔振汉，嗯，是啊，你这样白棋的速度也是相当快，是啊，飞出去了都已经、爬白棋爬一下，
二级把这个尝出来，嗯，他不让他做眼，他说你这个地方提掉，我不是有只眼吗？先把你的眼灭了，然后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往外跑，这样到时候这朵花的威力呢会发挥得更好一些。对，同时这个马上藏你了，对，他你如果直接去攻他的话，确实他可能很容易这碰碰啊，对，就剪了，可能就容易做眼，要搬一下，搬起来，哎，搬一下。你看你藏，他又怎么底下搬一下之类的，是吧？哎，他可能会，哎，这个会打出来不？那就这样吧。会不会打出来？不知道。会打两下，然后接上了。哎，这样呢？接着。嗯。那么这个黑棋一，他要求不高，能做活，比如说，在这一带走一下之类的。靠出去。靠这个。啊，靠这个。能把自己眼搭好了，现在已经看得清楚，已经有一只眼了。那第二只眼比较容易，而且有个头冒在外面，这样也比较踏实了，心里至少。虽然是亏是亏点，一旦黑棋活，他是那白棋反而不活了，这样自己没有两个眼了，这是个假眼。万一被他从这儿杀出来的时候，白棋还有点疲于这个奔命去收拾了，或者是。所以虽然提了朵花，也不能大意哈，在这个地方还是要选择，一个好的下法。所以他白棋先出招，先把这个尝出来。黑棋虎，他被他尝一下太难受，虽然是个假眼，他也得把它搭起来。那么白棋总是要把头扳住，连扳。哎，没有连扳，连扳好像被他打了。尝这个，他退一个，不惹他。这个是看错了，压一下。嗯。白棋爬在底下，下得很有意思哈。他保住他的眼。对，你要搬走这儿，将来被他一拐，你这个一搬，黑棋容易有眼。这样爬到这儿，你非得从这儿打待会儿，是吧？对，从这儿打的话，他就藏有眼。他就要逼他打这一下，哎，然后我正好长，反正是，对对对，哎，我爬到一下底下已经活了。对，这下挺好的。那么黑棋先冲，啊，黑棋很轻灵，也要逃跑。如果你再拐打，我肯定脱先了，这五个子就无所谓了。这官子十多目棋，尖冲一下再打出来，这样呢，这个他这一走就变厚了，可以长一长。否则的话，可能就怕遭到白棋反击啊，这个次序还是很重要。拐这个，白棋下得很坚实哈，自己的棋形，对，这棋不走的话，可能是担心这些地方有点味道了。这什么靠一个，什么冲一冲啊？对，打这一冲就是看不清了啊、哦！是，所以他补助，让这个同时打也很大。嗯。那么黑棋呢，也就算是不是也就算先手获得了逃跑，就跟这白棋一样，他还是先手获得了逃跑。哦，他还先对，不走的话被人家逼过来可能比较难受，比较大，这也算一大场吧，反正这个是拆肩逼。你看这个棋他就不会像这么傻乎乎去拐，他被别人这么逼过来，对，你拐下来眼也不够，然后呢还被包围住，好点被白棋占走，是的，所以他要拆，限制白棋那边，瞄着这个白棋这个脚上这两颗痣还相对来说薄一点，白棋显然是要在这一带了，这一带太大了啊！那具体是踮脚呢，还是下什么呢？那当然是要看一看。他没下呢。还没有。在底下飞了一下。他还是对这块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对，要追击他。铁。这个时候就不会那么听话了，那肯定不会再硬了。一直在追击他。对，白棋厚了的情况下，就千万不要跟着下，特别是温柔的退。就算你所谓的凶狠的搬，那也有帮他。这肯定是在帮人家走棋。帮人家走活的嫌疑。你自己走两个没什么用，因为人家即使搬过来也是个后手，你还准备切断他呢。对对。你这底下活得太干净了，一块活棋没有必要再去
在中间拼命走棋了。所以说这首贴呢，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又不好意思飞是吧，在冲对、啊、打蓝色，对，棋形很快，所以他又想贴紧，这个贴紧呢也有点过，嗯，有点过分，看遭到人家白棋这个中间穿进来，穿入完了，眼见的有一个靠端，对，嗯，这个应急，应急以后还得逃出去，白棋利用自身的，你看还不依不饶的，啊、要追击他，这里还要飞，是不是就断了？断了，顶断的、嗯，可以。还那黑棋怎么办？切住只能暂时还不敢断，也得先逃啊，白棋、嗯、先逃出去，下步就要断你、嗯、这个把黑棋不能含糊，只能布置跳、嗯、这样白棋就先手把黑棋的眼给掏掉、嗯、只剩一只眼了，然后还盯追着你，所以白棋还是相当狠，飞起来那黑棋这块棋还是要继续，嗯，要走棋，要走啊，走到这儿哦、嗯，拐下来、嗯，这一步有目啊，又有对白棋的威胁。对呀、啊，又大，因为如果一旦被白棋渡回去了，你看看还打吃着呢。这一不是说吃的这六个子有十几目、嗯，这一提，关键是好像这个眼好像不太全了。对、啊，是不是好像这个眼不全、啊？你要是这粘上了，这就是一只铁眼、嗯。所以说这手打不仅目大，还有眼位的问题。巨大，嗯。所以说拐下来。要抢到这种地方，同时拐下来对这个白棋总是产生一点、嗯、也有点小压力，没错、至少让你不能攻击我的时候不能那么放得开了哈、嗯。白棋飞压出来，白棋见好就收了，把底下的空守住可以了、哎没关系，上面几个子、嗯、看清了，对，别老是穷追，追得太狠了呢、嗯、这个目数损光了，你拿除非把它杀了，杀不了就不要这么干，太攻击呢就是为了哎得到一些便宜、就是、哎把底下的目数守住就可以了，团点33，这个现在全盘最大了吧？应该、啊、这个角跟这个角两个空角，都很大，都很大，确实很大，但这个可能更大一点，因为你要去守这个角哈、嗯，比方说扎个钉，他可能会这么去守吧，因为白棋透了，就算跳吧，说这有点味道哈，嗯，就算跳，这还有个打入啊，有打入也蛮大的，嗯、是的，他、嗯、无论如何要先点一下。总是好的，嗯，搬。当白棋拐的时候呢，有时候有脱先。哦，可以脱先啊，有。如果说脱先了之后呢，白棋以后要吃干净，只能走这儿。哎，你搬这也没吃掉，人家一虎是活的，夹、哦、一虎活了、哎。这样就让你吃的小了一点，嗯、就等于你扎钉被他拖着了，将来还被打一下，嗯、吃起来就变小了。这个是有时候会这么下，只不过这个时候还是大，作为黑棋来说。把它唬住呢，整体这几个子啊就变得厚了，所以现在黑棋是硬了一个、嗯、把角地先得到，那么黑棋点了这个角，白棋势必要把上面那个角点，对呀、啊、你点我、嗯、我难道能放过你吗、嗯、是吧，何况这个黑棋的这个角这么空，嗯，一人一个角、啊、现在爬一个、啊、这些基本都是必然的下法，白棋趴，嗯，啊，这个时候黑棋变招了。黑棋如果说在这一带继续硬呢，那么白棋就搬粘就行了，是吧？哎，这个搬粘太大了。对，这搬粘的这个白棋的目数大，而且黑棋呢就越来越小了。虽然是给黑棋搬厚了，但是反过来是把黑棋给缩小了。嗯，这个实地黑棋就不够了。嗯，所以说他不愿意。这个地方再被你搬到，嗯，除非是你不爬你搬，那对不起，我要拐你一下的、嗯、而且拐完了这个断点是不是可以考虑、现在也对也没什么大招，反正我都是活的，对不对，嗯，哎，这拐一下子痛苦、嗯、这断还不能轻易断，搞不好待会儿不行的还得从这家都跑了所以说白棋呢先爬
黑棋就立，一人一步。嗯，这个立呢，白棋早晚是要挡住，这个是被他立着还很完整。嗯，目数有挡，但是呢，他要先扳两下。虽然这个是白棋先手得利，但是呢，反过来有点这儿好像有点损，对对，上面有点伤了，对，有一点。同时这一跳好像有点吃不消，死好像倒不至于。如果不走的话，黑棋一跳，跳的话，挡我点你，要局部要死。点的时候他只能尖在这边，这边，他爬回去，爬回去只能做活吧，好像不能粘了。粘就要死是吧？粘是不是要死？哦，粘倒不死，粘它可以让它爬成三个，它不死。不是，你点了不行哎，我觉得你这个好像刚才哦，冲了就后手，不是不能冲，不能先冲，你不能冲，冲了冲了给我一家，你死了，脱不了手了，这样死了，嗯，哎，然后粘上，它可以粘上，然后黑棋粘上，然后它做眼，这比较痛苦，反正是最终是能活，比较痛苦，对，这活的小，嗯，就当然先手。啊，而且这黑棋这一带都有先手，那对这块棋会有影响。对，所以说咱们白棋，这首先先手，我们说这个目从目数上来说就要翻倍了啊。所以说你看这儿黑棋得了四五目，白棋这儿少了五六目，这已经先手十目出去了。而且这个挡完了之后，对于外面这个打断是有关系的。对啊，这个很重要。这黑棋多出一个断点来，中央行棋会差很多。哎，黑棋进了脚，他就安定了。你再打出来，对他们有影响。都是后手了，打断。好，现在呢，黑棋有个好处，他就获得了先手。嗯，这个时候先手很重要。哎，那么是继续围呢，还是来出击攻击他呢？先扳断这个子。对，他选择这个攻击。白棋虎一个，这个虎依然是很坚实，就是说。如果他走上面，那么我底下一道虎活干净了，两个眼看很清楚。对，你走下面，我上面连回去了。对，这个时候当然也要注意一个问题，搬的时候有没有可能遭到他断，就要看。断这个的话，但是不太敢。是，哎，他是长了点是不是就可以？嗯。哎，这那一断，这打出来很痛苦。对。这个我断一个，你要怎么办？断他吃了呢，你再尝好就行。算了是吧？算了，那我就算了。你要都打了，那我就算了。啊、哦，把我打成一个包，打了半闭死，把我闭死，直接一口气闭死，只能气了。嗯，你再接这个，我再把这个拔了，你再把这个接上，或者是虎到这儿。对，我就虎到那儿，虎到接上吧。接上。接上木做好，底下木做好一点，对，比较财迷、那这样就形成转换，黑棋就先把这三个子切下来，但是白棋外围走后了。啊，这个不知道好坏如何，感觉黑棋好像吃住还是比较实惠哈，只能说是。对。所以说白棋呢不愿意这样下。他搬的时候就搬虎，下一步再来断你。当然没这个机会接住了，直接就粘上。给你机会断你不断，就是你不断，赶紧我看你粘上。啊，打入白棋再来打，这样目数白棋好一点。它好在哪？它这是活的，嗯，这是连回家的，对对。然后如果能把它打这个整个的模样打掉的话，黑棋好像目数不是好像对现在。如果说这块空被破掉，然后黑棋没有什么所得的话，那全盘失控肯定有问题。因为白棋这块连边带角的还是很大呀，黑棋没有一块那么大的空可以跟他抗衡。就是，那块就三四目，是这全盘白棋至少四十多目了，黑棋这就二三目，这只有没几目，这打掉只剩这一块活棋，那不就只有四十来目吗？那白棋都超过四十目。当然了，这个也不是说打就打的。嗯、我们看看是不是那么轻松。立下来。哎，这个实际上是声东击西。你比方说想直接来靠吃它，它是不是就有可能转身了？是啊。啊、嗯。它在上面只要能。哎，何况它是不是还有这种手段？再先打你一下。打完了。这两个子现在不肯被拔哈、这个被拔了，哎、那边就算了一下就。对，这少破一点都可以。啊、这可能是先手。
是啊，然后再一飞过去，一飞，这不太好杀。哎，你要全杀它，可能还是很困难。而且它做眼的时候着急，它可以煎这个，这脚上你搬砖是后手。对，所以说直接弄它，从上面来弄，它正好活得很舒服啊。所以说必须要收它的根，叫做很容易做活，白棋在上面，白棋就得。白棋跑得快啊，因为这个时候呢，黑棋不敢乱说乱动，我们叫这还有一些借用。对，而且如果说白棋这一带厚了，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个接出来啊？接出来的可能性还是有一点，有一点，或者是打了接，打了接这个，直接接还挖断，但也没有活干净。是有一点这种可能性的。对，好像看起来这块棋活得不太透。那现在肯定是先把这块补好，上面到底怎么办，怎么收拾，先刺一下。他刺完了，如果说白棋挡回来的话，他是打算大招罩住他吗？再刺一个就上面罩住他，是不是有因为这一带黑棋有先手，像这个有先手，对，是吧？有先手，这个是先手。如果不硬的话，我要点死你。上面路已经回去了，他是不是这样打算刺他两下，然后要罩住他？有这种可能性，先把那个眼给对，先把他灭了眼。这是，不然这里黑棋不拿出点手法的，肯定是不行的。这棋，这时候打两个可能来不及了，他都不要了。所以说，这个白棋呢，他不敢轻易来逃跑，还得做点手脚，或者是对看再怎么跑出来。这边走重了以后，别的地方黑棋可能就让一点。他先把四层走后，这应该是先手吧？再不走要结束了，再要杀他了。这黑棋必须要走。他应什么呢？冲一个。点到这儿，你看，他还不这么本分。这够黑的，想到这儿来。他想中央有点接应，然后接下来在上方行棋就会好一点。哎，总是多一个子比少一个子好。如果你走到这儿挡的时候呢，他再来接应手。哎，这个下得很巧妙。这多一个子在这儿，你在这儿，这个子可能跟这儿作战的时候就有帮助。对，而且这个尖刺已经把这个子切下来了，然后留有这一冲。甚至会不会有可能，我看看，直接脱先了，直接脱先，你走再尖出去可能性也有哈。对，也有可能啊，是，对，这样就先吃掉了，可能是你这边你接出来至少是不能马上要我的命，我先刺着冲出去了，是吧？对，这个挺狠的，你还不能打算，你只能这样阶段，那他就明显便宜了。对，这个阶段这个以后还有冲断，冲断也不舒服，所以主要在白棋也不好下了，这跟没法硬了，可以说是。哎，这种地方就是我觉得崔哲翰比较强的地方啊，就下在这儿。对，就普通以为人家尖一个，你就老老实补一个呗。对，这就是高手和低手的这个区别，这个区别很大。现在一看不能硬了，范廷钰。好像不再出去，这个也不足以平民愤。对，这棋。也不见得赢白棋，那必须跑。那么这个时候，双方就围绕这儿，就要展开很激烈的战斗。他跳，下一步就要打断了。虽然你能弃两个子，但是你好像是，比方说你把围住，虽然你能弃两个，但是弃完了之后还是不解决问题。对呀，你跑不了，好像还是被断了。一断，你不能吃，后边死了，依然被断掉。哎，你要如果从这边来的话。没接啊，可能是不是这一点你就要你的命了？这接了上面也要长出来，两边都已经没法收拾了，都没法收拾。所以说，他这个跳是绝接。那么黑棋必须要黑棋糊住，在这儿啊。这下白棋从局部来看呢，很容易出去，这一跳就出去了。大飞，大飞，因为这个冲先手，你也跳不断它，别也别不断。这应该是断不了了。但是呢，由于这边刚才说的有点借用，对，所以说还不是那么轻松就能把它全部跑回去了，那么简单。那我们看黑棋怎么来冲击它？黑棋怎么办呢？飞到这儿，飞这个。
飞这个算是把它断开了。对，就是飞端你正常的你要做活。嗯，不活。那么它这个肩可能应该是先这样。我看看是要靠到这还是肩呢？靠会不会被它扳断了？扳断没事。扳断暂时没事。暂时没事。靠断了。靠可能更狠一点。靠的话，然后再把它退回来，退回来，对，这样要吃掐断，是是是。你接下来要蒙你，嗯，断开了，就有可能把你封住，嗯。所以说，这个比较简单就要被封住，嗯，白棋不敢硬了，好吗？这上面一靠就靠死了，所以必须要在上面先补棋冲，挡住，断掉。这看起来还是挺乱的。那意思就是要弃了，比方说这个棋黑棋来吃它，嗯，它吃这样吃有没有吃干净啊？嗯，是不是看起来不是很干净？对啊，不行，你吃了着，要吃了着，它可能就吃了啊。嗯，它好像虎这个也行，走这都可以的，这个急打先手挡一下冲断了，嗯。杀不了，嗯，这看起来没吃干净。对对对，所以说还不行，不能再杀，还必须要跟着硬。嗯、那这个棋就有点说不清了，断掉。他还杀不掉白棋了，白棋先在这动手，这个黑棋，这越来越乱了，看起来。黑棋搞不好就有点勉强了，我觉得。嗯、接上，拐打、嗯，拐打完了这一打，再一贴打或者再胡打、啊，都是把棋筋可以吃掉的。对对对，所以说黑棋肯定是不能粘，那么在这一带呢？那怎么办呢？还有，不能粘。先黑棋还是比较困难吧。打，这也没什么管大用不？他下了什么？去哪交换了一下？可能是这儿啊，杀掉啊，团这个很听话，团到这儿啊，团这儿杀。这样的话你就这样杀掉了。这样杀掉了吗？也不一定嘛，不走这儿了。单靠。啊。哦，可以单靠这个。也不一定杀掉。啊，看着头晕的。啊、这个他这个。这真的有点晕呢、啊，这还真不好杀、啊。对，你一般一接这个断，杀不掉了已经。我冲。那我这上面这个子就掉了。哦，你还能跑、他不给他跑出去，有时候你只要是他安全了这个跑，我还以为能把他杀了，结果根本就没杀掉那根本就不行、嗯、对，还是杀不了，那看样子有点、嗯、有点勾芡啊。白棋团在这儿还是没吃掉、啊、这块棋吃起来真费劲白棋还来先吃中央、嗯、啊，只能说吃一块棋太费劲了，对，把它走厚一点，吃厚一点，然后再来想办法处理它，断打接上，并一个，这样总算是杀掉了。确认一下，那他走到这儿，还是有味道吗？还是不让你杀，这还是有靠。这个贴都贴回去了。啊，对呀、啊，这个贴都贴回去了。那就是说他还得补一个，他藏在这儿。啊，这样总算是吃干净了。对，好歹算是把白棋这块棋吃掉。哎呀，花了好多手哈。太不容易了，两手从这儿开始，一二三，太不容易了，花了三手，吃掉了六颗子、嗯、三十来目。但是吃干净了之后，现在黑棋空应该不错吧？吃干净了以后，就看那块空是不是走得住。嗯，要是这块空的话，一四二四，这块空还挺大的，不是四目棋左右了，就是这块，这块按道理这颗子他不敢逃了吧？要逃了他们就得死了、嗯、我说五六吧，六十目强一点，那加上那儿就接近七十目棋，如果能基本上围住的话，那白棋刚才是这一块是三十是吧，三十多，嗯，三十多一点，对，三十目强吧，如果吃到这儿中府有十目多一点，四十多，加上这儿五十来目，六十来目，就是说即使吃掉了也还是挺细，要看中央会下成什么样、哦、也不见得黑棋就好了、啊、对，别看他吃了那么大一块棋、嗯、现在呢还该白棋下、嗯、对，白棋打掉它，嗯，打入，
哦，这儿还能打入呢。就是，还能打入啊！居然还能打入。那我们看它打入什么结果？它比方说简单的把它盖住，这个最容易想得到了。是。它的。那它要怎么着？是不是会下这个？单扳是吧？那黑棋。应该是。如果加那太委屈了，不用考虑了。啊、顶。基本上都是这样吧。哎，可能会下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白棋通过这样沿了气以后，把那颗子一粘，黑棋是不是有危险了？好像就有点危险了。死了吧？啊，就要死掉了。所以说这个简单把它压住了、是压不住的。嗯，对，你搬了这种加过于屈辱，而且木数已经损掉一堆，嗯，不能考虑。所以这一搬一顶出问题了。那么不能压。寻求这个虎，哎，找点头绪。由于这个白棋上、撑个劫，哎，有个劫，头很软。白棋跳，问你中间这几个子要不要了？啊，跳了以后马上要粘上杀你了，可能。哦。下一步这次吧。对对对。有这个意思，所以说黑棋还得小心自己身这块棋。冲。所以他往这儿冲。白棋粘。啊。黑棋的作用，黑棋断掉。对，那么白棋再，它再牵出来，牵出，哦呦，这形成大打劫了。嗯，打大劫。对，这劫很厉害。啊、嗯，黑棋加这个打劫，只能这样打劫。是，走别的打劫都对人家不造成威胁。嗯，那么白棋还有先手拔劫、黑棋劫打劫比较困难，你还只能站在这儿找。所谓的本身去，白棋消解，不理他，对呀、啊。你这后手，你把中原逃出去，底下死的就很惨了。嗯，对。就这块白棋呢，现在这个底下一坐是活棋，就紧急的时候，因为现在顶了黑棋可以把它切断，那么白棋在底下坐一会眼就可以了。哎、如果说他破上面眼呢，这个上面还是有个逃回去，因为这里有个断。嗯，这黑棋不好杀他。所以说黑棋这个战役虽然吃掉了这儿三十来目、上面被吃死掉的也有这个数、嗯、因为不仅白棋吃了有二十多目，同时也破掉你有十来目、所以说这个棋呢，黑棋不一定闹得什么太大便宜。那应该说白棋目数还是领先。对、顶，他没有提这个，他往上面尖回去，那接上呢我就唬住。而且这个尖回是先手，这有个断呢。哎，就是，白棋获得了先手。接上，他先做眼做活、然后，接虎住。粘这个啊、这个有个几段，他要补一个。哎、现在他已经获得先手收官，走这个。他先粘上。啊，这个白棋先腾出手来，这个他的权利。这个很重要。尖一下，嗯，这个大伸腿也特别大，所以说他必须挡住。对，加一下，啊，他也很机敏。哦，把这个先手全收掉了。无所谓，反正他觉得是再粘住，可以去挡这手。他这个没有先吃掉。对啊，我觉得这个吃也蛮大的。就是啊，吃好像应该吃掉大吧，对呀、这个能有那么大吗？这个挡，这个又被你一挡呢，又被他粘回来。这个好像黑棋的官子收的不是很理想。嗯。然后再一扳粘，白棋立到这儿。嗯。啊，寻求这个跳。这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官子，这大官子都已经收掉了。这个大。反粘先手，他就是黑棋权利。立一下，这打将嘛，可能是。这都不管怎么用，然后中间要冲一冲了，然后我没什么可收的了，看起来是不是又那儿打了个将？冲这个。哦，那冲一下。冲哪儿的问题，就冲这个。
它一会儿可以断在这儿收，对，断了还提了。嗯，这个有一斤吗？二四六七木棋，六七木棋，六七木挺大的，六到七木棋。还有这比这更大的吗？那没什么地方很大了吧？对，好像没什么大的吧。挖吃这个啊，这个呢有一二三四五六，嗯，六木棋，这个至少也有六木，这两个似乎这个要大一点。哎，他这个提了，这个木是有的，还是应该提，还是应该断。嗯，这样被这个就被粘到那儿去了。白棋在那儿粘着，他先跳，这是白棋的旋律啊，跳成这样。嗯，我就然后把这个冲了，啊，这个先吃，冲了挡住，然后黑棋搬粘了，这个，这冲的时候它搬粘了，啊，冲的时候搬粘，对，然后这黑棋挡住了，然后最后把这个粘上了，嗯，这其他的都是小关子了，没什么大出入了，对，像这样就基本上大概就吃这三木棋左右了，对。似乎这个稍大一点，不过他可能觉得这儿提了还是要补一木，也是六木，嗯，这个也是，这个有七木棋，这个还是大一点，嗯，但是可能也不差这一木半了，对，啊，虽然后来胜负好像差，后来黑棋是坚持收完了，嗯，最后是输了一又四分之三次，四分之三，如果少一木，也许，对，也许管用，也许不管用啊，因为中国有这个双数和单数的这个因素，没错，嗯。嗯，这盘棋可能还是上来对你应该说拔花受不了，我觉得也是，啊，就从那个感觉上，视觉上就受不了，被拔的。没错，但后来这个白棋下的还是挺好，就后面虽然吃掉了它，嗯，但优势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然后官子收的还是一系列，就抢先收官，嗯，没有先补这个，把这个收到了，这个收到了，嗯，这个优势一下子就很明确了，啊。那么最后呢，就是直白的这个小将范廷钰三段是战胜了崔哲翰。嗯，对，非常不容易啊，战胜二号种子选手韩国的，为他们爱慕先生呢，嗯，是可以说取得了这个宝贵的主将战之胜利，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两个队的比分结果怎么样，嗯，但是他这盘棋肯定是很重要的，对，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再见再见。